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令人惊叹，沙特小哥瞬间认出迪丽热巴，她的魅力何等不可抗拒。迪丽热巴作为中国知名女演员，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美丽的外貌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粉丝。当迪丽热巴走进沙特餐厅时，服务员小哥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并且非常兴奋地告诉她，我看过你的剧。这让迪丽热巴和花少团的其他成员都非常惊喜。这个偶然的邂逅不仅让人惊讶，也展示了中沙文化交流的力量。迪丽热巴作为中国内地知名的演员和歌手，在国内外都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粉丝群体。那么，是什么让这位沙特小哥对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呢？迪丽热巴的魅力何在？首先，迪丽热巴拥有着美丽的外貌和气质。作为中国演艺界的颜值担当，她拥有一张完美的脸庞和出众的身材，使其具有极高的辨识度。她的美丽和气质让人难以忘怀，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女神。其次，迪丽热巴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和歌手，无论是在演技还是唱功方面，她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。在影视作品中，她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。在音乐方面，她的嗓音温暖动听，获得了许多奖项。她的多才多艺也使她在国内外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此外，迪丽热巴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努力工作。除了天赋之外，她通过不断学习和进步，力求在表演事业上达到完美。她的勤奋和毅力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可和赞誉。正是这种努力和才华的结合，让迪丽热巴在演艺圈中脱颖而出。在娱乐圈熙熙攘攘的明星中，迪丽热巴以其独特的美丽和不可抗拒的魅力脱颖而出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最近，一位沙特小哥竟然在一眼之间认出了她，这不禁让人为她的美貌和影响力而惊叹。迪丽热巴的美宛如一幅精致的画卷，吸引着无数粉丝的目光。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位身兼多重角色的艺术家。她的容颜如诗如画，给人一种脱俗而又亲近的感觉。沙特小哥一眼就能认出她，足以证明她的美丽是深入人心的，无人能够抵挡。迪丽热巴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外貌上，更在于她对周围人的积极影响。她以她的独特魅力和亲和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，还是在生活中，她都展现出一种自信而温暖的气质，使得人们愿意跟随她的步伐。她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国内，更是辐射到国际舞台。沙特小哥的瞬间认出，也反映了他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。他的美丽和魅力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巨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迪丽热巴不仅仅是一个外表亮丽的明星，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他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，无论是甜美的仙侠剧还是充满深度的影片，都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。总的来说，迪丽热巴凭借着她那无法抗拒的美丽和积极向上的形象，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。她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荧幕上，更在于她对人们心灵的触动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